民众参加婚礼，时常为了礼金该包多少才恰当又不失礼数而伤透脑筋，大多数人则是依照交情来决定礼金的额度。近日，一名女网友在 PTT 八卦版询问有关红包回礼，若好友一人来参加婚宴包3200元，自己协办参加好友婚宴，该包多少红包当作回礼才妥当？贴文立刻引发网友热议，众人秒皆依数字不失礼。袁婆表示，看过很多网络文章，都说包红包要看交情，若撇开交情不谈，只看怎样合乎礼数的话，该包多少回去才恰当。他提到对方一人来参加自己婚礼，包了3200元红包，接着表示我如果代办去，照理说不是3800就是6000，3800对方肯定会亏，因为一个位子就1900，或者不要代办，想求助广大乡民意见。